它这个更胜一筹。你也看了？对，看了。用灯光照了一下子，看了偷瞄了一眼，信心不足了呀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先看一个，拆开了看再说。这是最上面这一层，这一层来说，我们两个差不多。我这个烧灰掉了，烧飞了。那这个虽然黑，但是它有线条。这一层还得说，它这个更胜一筹。哇，这个有意思了，两个都是黑的，你那更黑。总结起来是有输赢吗？没有输赢，他这里头两个人都没有发挥出来，我的那个红也没有我们之前的这么红，然后他这个呢有点黑，但是他这里头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？是他的透上升的空间要更大一些。我觉得你这个又再透一点，再硬一点。你没感觉它这个青红青红，它那个色彩对冲啊，不是给别人一种很强烈的感觉。白红白红就给人一种很强烈的视觉冲击。接着干，接着测呀、啊！今天接着测第二期，就跟我们俩刚刚调整的釉的面釉的调整，他也回去调，我也回去调，时间很紧，抓紧干。One hour later， 第一局已经结束了，然后现在立马就开始第二场的匹配，很快速调做出了调整。现在是曹老师的这第二号酸菜的面釉，根据上一窑做出的调整。高老师的釉是调整了吹釉的厚度，然后还有很关键就是一会儿烧窑，烧窑这窑要重七分，七分让它再红一点点，蛮美的。嗯，这两块是高老师的，然后这个釉吹的有点裂开了，而这块是没问题的。这几个是曹老师的，也都是自己吹的釉。目标是要更透、更红，点线都要做到。今晚又要烧到一点后半夜，我明天来开窑看一下。